拍完喵喵星放假，胡定欣等夏天 show 身材。胡定欣和胡雪八道会的一班好姊妹日前就性感出席活动，问到定欣最近忙咩，原来她就快放假啦。而家我仲拍紧猫猫星，拍紧猫猫星仲有三日，仲有三日就先至完成，咁就下个礼拜咧，下个礼拜完成噶啦，咁就可以全心咁放假啦。放假。不过放假都要宣传，因为一欧罗嘅出街啦，系啊，咁就做访问啊，宣传啊，咁但系我嘅心其实有一半都已经放紧假。放假就同男友炮哥炮嫂去旅行，会去阳光与海滩嘅地方。咁定欣你会唔会学大家咁晒啲泳衣情侣相，等大家羡慕一下先？我不嬲都冇呢啲嘢嘅，试下咯，试下睇心情咯。系啊，不过就真系夏天啊，好多女艺人都大家都着泳衣 show 下 show 下，唔系咁，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气氛嚟嘅。咁你 show 得即系有本事先 show 得啦，系咪先？咁就系要勤力啲先有本事咯，所以就系要。做多啲運動。